却在手，浊酒醉几分扰，有多少痴情人望断天涯见不到。秋水长，风落飘，心中心断魂倒，有多少江湖事古往今来解不了。袖中的剑，指尖的刀，无话可断，尘世中情缘，望穿的水，彼岸的花，不怕阻挡轮回千年下的姻缘。情缘的剑，时光的沙，无法隔绝我对你思念。这药有假，这不是逆毒丹。你说什么？属下曾服用过逆毒丹，逆毒丹是红色，此药是绿色，一定有假。这是灵魔交给老身的逆毒丹，怎会有假？秦四海，秦四海，叫灵魔带秦四海来见我。是。少城主，为防有变，是不是先将韩青洛锁起来？反正我也跑不掉，越锁就锁吧。哎呦，什么事把少城主您气成这样了？秦爷果然是老江湖。把逆毒丹交出来吧。逆毒丹不是已经送过来了吗？那是一颗假药。幸好老夫早有准备，否则就在劫难逃了。哼，交出逆毒丹，我饶你不死。痛快。钱我看样子是拿不到了，但命我还是要留一条的。哼。这样，你送我出谷子墓，我再把药给你。哼，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逆毒丹？先给老夫松绑，我把逆毒丹拿出来给你们看。哼，秦爷，你这样拿出逆毒丹，就不怕我反悔吗？哼，药在我手上，只要我一用内力，他就全毁了，我怕什么？
再借把短刀给我。你要刀干嘛？你们这么多高手在，还怕我多把刀吗？给他。是。这逆毒丹就在这里面，要不要我打开给你们看看？最好如此。那少城主可要看仔细了。秦四海，啊！秦爷，我太佩服你了，你的计划真是天衣无缝啊！灵魔妹子，这全是索大人的神机妙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慕容烨，我可没有骗你。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逆毒丹，可解百毒。虽然你现在身中剧毒很可怜，不过可惜呀，这逆毒丹你没资格吃。你还是准备准备去找阎王报道吧。少城主，让你死个明白，我和秦爷都是朝廷神捕门索朝阳大人的人。神捕门为什么要杀我？这就要怪穆王成太目中无人了，连朝廷都不放在眼里。所谓皇帝管地上，穆王管地下，但太子并不这么想。如果死在这里，我父王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我们竟然敢动手杀你，肯定是有备而来。何况杀你只是计划的一小步。不怕告诉你，等会儿你死了，我就会把你这张脸剥下来，做成面皮戴在我脸上，我就是穆王城的少城主了。然后我们再找机会杀掉你的父王，穆王城就是朝廷的了。一手好算盘。
险，差点坏了我们的大事。完了，慕容也吞了逆毒丹。林木，你快走！不，金爷，我们一起跟他拼了！总牧师，你不在少城主那里，怎么跑这里来了？总牧师，我是专门来找您的，因为有一件事，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先禀告您一声。什么事？少城主让我放了韩千洛的母亲。我寻思着，他母亲和总牧使您有着深仇大恨，所以少城主曾允诺。事成之后，任我处置。方才他也说过要放了那个贱人，我以为他只是缓兵之计，没想到说的是啊，我也为您鸣不平啊。不过少城主只是让我放人，可没说放活人，还是放死人。总牧师，您帮我拿个主意。这就去杀了那个贱人。